并点膨胀起来，哎，变瘦，拉下来接近直线，用力勾上去，扭一下，很厚实，带上去，滑过去，直接削下来，马上绕一个圈圈，点一点，哦，一般是折一下，那这里只有点一点，只是做一个交叉了事。好，那这个点是有点逆上，就有点顿顿的感觉带过来，然后这边滑上去，膨胀饱满，后面变瘦，那这个写的比较直，然后这边扭上去以后，用力的折，再带上去，然后这边滑上去，这边折下来，然后注意这边的弹性带上来，然后这边就只是翻折了事，哦，觉得这里就是写完了。